哪里？还是上面，还是上面。50%了，45%，45%。上面有 DNA 哦，要抢捡的，上来捡哦。是不能离他太远吗？离他太远好像是，你要把那个补充吧。就大家都要站进来才行。对，还是说一部分人站进来就好了。宇宙冒险啊。哦，跟宇宙冒险差不多，有人站就好了。有人站那会不会比较慢啊？对，就是越多人站越快。就跟雨中一样啦、啊。新游戏没有自动瞄准，没有，没有。想开自瞄啊？还想开自瞄啊？自瞄，我被炸开了。右上有一只大只的哦，下面有一只大只的哦，我打下面的，护盾，哎呦，好了，有上面有一只大只，哎、欸，他怎么结束了？结束了，完成，完成，嗯，箱子开箱哦。1100哦，新锤子哎、欸，我拿新锤子，我拿了一个电路板，不知道拿到什么，哦、拿到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然后丢进都没声音了，不会来玩哦，然后还有 MVP 哦，你玩来绝对打不到东西哦，不会啦。这有在玩 Overwatch 的应该都很厉害啦。嗯哼哼。噔噔噔噔噔。来。叉叉叉什么意思啊？哇，受到伤害1500。受到伤害。受到伤害40000。嗯。我打击在哪？不能这样。我没有叫，我有60000了，只是我都用护盾吃掉了。好了，这时候就可以去看你们那个了。刚刚说的，嗯啊，你说英雄存货，英雄存货，存货，新的哦，武器9的伤害，哦，拿到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血翼改造器，受到的流血伤害减少38%。我是减少燃烧伤害，我有火焰改造器。哦，哦，它的载体等级是你的装备加总起来的等级哦。啊，对啊，因为我现在拿个9等的锤子，我的载体等级就上升了。但是如果换成5等的锤子，载体等级就会变回5等了。哦，我来抽一个哦。看你装备强度的强弱，对，嘿，我的旧武器卖掉了、欸，哎，我忘了那个几等，应该是5等吧？一开始应该都是5等的吧？那为什么会那时候4等啊？好问题，不知道。你是有一些东西被人脱掉了，该被人丢掉了。好啦，我、哦、去商店抽 shopping 哦，看哪个抽啊？你看你是哪个东西啊？相对应的名字啊。嗯，要点一下子哦。对对对，第一个就是你的，第二个是锤子，第三个是治疗，第四个是刀。刀。然后下面那两个就是刚刚你那个的改造的。后面的辅助两个的改造吧。哦、想锤买一个比较好的锤子吗？看一下。呀。是抽还是买啊？抽。抽两个一模一样的东西，那可以卖掉。我抽了一样原本的，然后可是它的载体等级不一样，变13。抽，反弹，为什么我的武器上面有括号自爆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打怪自爆啊！打怪我会自爆，还是怪物会自爆？你的枪会爆炸。你人会爆炸、啊？还自己自爆吗？哇塞，这超恐怖、哦！治疗包基本攻击有20%几率生存更大伤害的区域。这游戏怎么样哦？还不错，玩起来还蛮好玩的。嗯，反弹伤害哦，反弹伤害换一下。那房间有谁要开吗？随便进一个人啊。那、哦、我进影院了。哦，啊，可是我另外一个这个抽到的东西没有很好哎、欸。哦、按右键可以再看详细，然后看要不要升级。对。哦，可以看详细哦，我看一下。可以。按 Y 看详细。
看一下，碎片自爆，靠呀，暴击率哦。所以要写他的武器伤害，高级材料。哦、对啊，击杀敌人时有15%概率爆炸。那我要怎么，我要怎么拆解它？一样啊，杀人之后我自己爆炸，好可怕、哦。那个按哦哦有有我拆掉了，嗯哦，好我拿自爆哦，啊爆了怎么样？我不知道、哦。好，固盾最大值增加200。你在看到你的队友突然蹦头不见了，突然就扣血了。我只有看到装备卸下，就是卸下。卸下哦，护甲值增加，我还有没有抽奖券？哦，没抽奖券了啦！哎呦，多打几次啊！啊，来去打个十等的，我们可以轻松打了嘛？来打个15等的好了。好，来啊，这可以啊，我们是游戏实况组呢。是这样。好了，那我们来打个30等的好了。来，来啊！你自愿看的，好，来30等的，8等打30等的怪，妈的，你们等级那么低，一群疯子，白痴哦！那只小怪怎么全挡到？大小，你挡到这边，哇、哦，这环境看起来就很，嗯，真的是很适合，很适合去旅游的环境啊，棒哦，这里很适合回家呢。走喽，老发电机喽，跟着锤子哥，锤子哥，击目标，击杀目标，4个啊，哇、哦哦，这个线，哦、这个线。加油！我怎么觉得打不痛啊，锤子哥！锤子哥，好像不会痛。哇、哦，好多血哦！打不出伤害啊！救命哦！等一下，假如是打赢，我要打很久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的伤害变超低耶、欸！我是第二神，伤害变超低啊！我是超高的。我是20-30在跳。我是20-30啊！我是10-10在跳。哎、欸，免费补刀，赶快吃哦，会不见哦。消失了，怪物越推越远。这个你一定要推，我不想，好难打哦。要推吗？欸、感觉这只普通小怪怎么就打成这样子啊？打跟小王一样啊！我们在打一群小王啊！打完这个10点半了吧？第一只怪怎么那么累啊？你们要继续吗？还是你们我们要撤？赶快走吧！你说撤，你说走是只要撤还是？赶快下一关吧！下一个往往上吗？自杀吗？哪里有自杀的键啊？去给怪打自杀、哦！就直接退出游戏了。哪一个？设置退出游戏。设置退出游戏不是离开吗？然后就回到大厅。哦。实况组作死，观众笑死，推小王，小兵跟小王一样强啊，太难了这个。好了，哎，30等金色的、欸，好、啊，好了啦，打不过他，别做梦了啦。好了，15等的，15等，来，先去愉悦那边吧，嗯。一时作死，观众笑死。好了、哦，15等的应该还行吧？可以啦，15等可以啦。吧。等一下，哈基都载具10等了。对啊。哼。那你看看我10等的力量。然后被打爆、欸，哎，怎么也是一样的环境啊？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，是15等的地形，不要担心，大家不要担心，有没有按错？没有，不要担心。这游戏载体等级超过10等就会很痛苦了。好，
啊，有了有了，变好打变好打了，这才是游戏吧？哎，后面有一只大只，后面有一只大只，哦，大只的大只的，哦，其实很好打，不用怕。嘲讽，这个是载体等级五的王，他打我不会痛哎，我完全不扣血。哎呦，我完全不扣血，刚才打他，我就在他里面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。这里这里，回来回来回来。哦，这是他的箱子哦。没有，这算是那种采集物，魔物猎人啊，比较强。哎，上面上面上面，我好像拿到类似石头的东西。就每一张地图都有不同的采集物就是了。哦，卷。啊。我感觉。吹死你！吹死你！吹死你！我现在是带那个啦，增加八趴怪物掉落。嗯哼。这是可以捡吗？这个亮亮的。亮亮的可以欸。哦，道具欸。哦。嗯。咦咦咦咦！我断他招，我断他招了。好像就不同颜色的那个，就是啊，什么怪物？绿色的才会有那個，才会有红线，红地毯啊！哦，来了，就出来了，出来了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！我那个拿个东西，我拿个东西。噔噔，吹死你，吹死你！你有觉得怪有爆炸吗，哈基？啥？感觉不出来。嗯哼。哎，你刚刚捡到一个东西吗？金色箱子的。我刚刚是捡，刚刚走着走着捡到两颗石头。哦。痛痛痛！我不痛不痛不痛，有护盾挡着。哇，有毒欸，大哥，20块，30块，快捡呐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你的补包会突然肿起来？对啊，你补包变大，你是那个巴德哦？啊哈？他补包变大欸，厉害吧？哎、欸，那个，哇，被带进来了，我们被困住了。哇，卡米尔，没有这样子的，卡米尔。哎、欸，我的。我怎么突然觉得我的变粗了啊？什么变粗了？好好讲话，越来越大哎、欸！真的啊？哎、欸，有没有变大了？变大了。对啊。现在至少要加3000。哦、哎，我的第一招技能啊！你感觉吃太快了啦！我需要你。你打我！我先把后，我不想后面那一只打掉好了。后面那一只等他大一点，你等他大一点。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他肿了。肿了肿了，补包肿了，肿起来了，去吃，结束了，卡了，没有了，卡了，卡了，有东西都可以捡，200块，200，很大颗，使用狂暴嘲讽时提升盟友的伤害，这个好了。对啊，护盾，我提升护盾真的有差。嗯，我刚刚跟敌人硬碰硬，基本上不扣血。没路。喂，有怪，没路但有怪。应该吃个。这边吗？走我这边吧。那、啊。嗯。哦。哦哦哦哦哦
哇哇哇哇哇哇！他钻过去了，他钻过去了！锤死你，锤死你，锤死你！好多补包掉地上。难打还是他好硬啊，硬啊，超硬的。对啊，因为这不影响打的。他继续往前走啊，不是觉得不影响吗？那根那根感觉没差。欸、可是点天赋在那。哦，你说左边那个、哦？那根柱子啊。前面不打了，前面那个要打。对。哦，吹！哪有？后面有两个会丢球的。好，我先去打，我先去打，先去打，先去打。哎呦，电哦！好，锤死一只。小王啊，小王啊！哎呦！哇哇哇哇！哇，被围哦！小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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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以扛得住，小王，我扛得住。好好，你们先打其他的。哎、欸，小王打人不会痛啊？这是你不会痛，我们可能很痛。点个天赋啊！啊，又要得点了。好了，上面可以买东西了。买东西。买东西。不知道什么可以买。闪避减少是什么啊？生命值额外增加，我用不到。激活后，哦，你要召唤两只小怪去打，帮我们打好架，冲啊！好像还好，去打他们。哦，帅，这个帅，这个帅，你太多了吧？打希尔哦。哦，那伤害感觉很，他是跟你一样的伤害吗？一样伤害，哇，好猛的意思啊！伤害伤害变三倍，这里好多这个陷阱哦。哎，上面有东西可以捡，这里有亮亮。亮亮，有亮亮的。啊！哎、欸，前面前面是点点点点点。没有了，这里还有一只。你就直接走上面过去吧。好，好。不拆陷阱了，可是我怕下面有东西耶、啊，我要下去看一下，好像没有。嗯 ，no。上面上面上面，嗯、哦，哦。我先把远程打掉。来了来了来了！哎呦，嘲讽，打我啊！哦，他打一下我护盾，直接剩下四分之一。上面上面上面箱子，好 ，DNA DNA， 这组织是怎样？放一排。还没长大你就死掉、哦哦、还是、哦、其他
东西我就按 F 了，食物都还没熟就吃下去，人家还没长大就把人家吃掉，对啊，这样三年起跳哦，什么东西、啊？哦。嘿，嗯，哎呀，那很会跳，还是他是被你打推的走啊？我推的，我推的。你以为他会跳吗？不，他是被推走的。他是被推走的。哎、欸，有亮亮，有亮亮，哎、欸，没有吧？哎、欸，你没有吗？哦、有有。这个 B 卷都不见了，我还有哎、欸，有这样，哦 ，BOSS， 嘲讽，小心。开盾，换，开盾打他，输出，快输出，八秒无敌输出。再打了，再打了，再打了，再打了。掉了，是要爆炸吗？哎、欸，还会爆炸啊、哦！因为他看到一个红圈，补吧补吧。他们有什么？没东西。上面呢？有亮亮，有分单人和多人吗？说实在，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刚买而已。嗯，哦，刘星，我们玩的第二场、第三场而已。刘星，刚、哦、问什么？是这有单人多人吗？单人有啊，单人多人吗？单人就自己玩而已啊。应该是单人也要跟人家组队一起玩吧？哎、欸，不用啊，也可以一个人玩啊。可以自己进场，单挑，可以打牌。对。嗯、哦，哎呦，哦，等下，啊，刘星宇。玩什么看不懂啊，反正就是冲过去打怪就对了。打怪啊，打怪打王。对。哎、啊欸，等下流星雨是瞄准人炸的吗？随机吧。为什么走到哪流星雨就掉到哪、啊？真的？哇，那你离我们远一点啊。那你就跟我一样啊，走到哪就施工到哪、啊。你说昨天等着跟我们去黑鱼那边露营。所以到黑鱼那边开始啊，楼上施工。后面有只小 boss， 哦，这是你嘲讽。哎呦，就是多人打副本跟一个人打副本而已啊，就是有没有朋友的意思。哇，听起来好难过哦。那如果有时候玩啊，可以啦。有的时候我都一个人玩到很高端了，就像是一个人也可以看电影啊。哎、欸，是被打到啦！哎、欸，买东西的声音呢？他这是瞄准我们吧？过分了哦！他瞄准谁吧？就是他姐。开门，开门，开门 ！Open， open， open， open。等一下，六星！啊、这小懂是什么游戏的话，反正就是有点像是那种每一场都重来，啊，可是你可以带走一些固定的道具啊、钱这样子。嗯。但是你每一场的等级重来，就像 low 一样啊，打 low 的感觉。然后就打 low， 你可以带走一些经验值来变强。对啊。哎、欸，这是一台类似车子的东西耶，我送他，我送他，好像叫护送的。我不要去，就痛啊！进去喽，启动、哦，启动它，任务进度，它飞起来了。哦，我不要去，我不要去，哦，哦，推车，推车，这个车，这个 ，boss， 推车，车被 boss 挡住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哦、哎呦，有第二只，没有没有，他只是退后跳回来而已。有了 boss 死了 boss 死了。
好了，没事没事没事，继续吃啊！推车推车，不是这个，我操！还没长大，欸、不能走进圈外、欸，会被堵。他，我刚走出去被堵了。这车是保护你的范围啊。是啊，不，你是刚好那边是堵死的、啊。不知道哎、欸，可是现在看外面是绿绿的啊。车，对啊，车怎么了？有被堵了？欸、不要站在车前面，会他车子会停住。不是，黏我，哎、欸、会耶，会停住哎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因为我刚刚试过了，人性化，太人性化了，哎。确实你，后面有来，后面，好、啊，不要出圈了，哇，有一只 boss， 有一只小 boss， 他放屁哦，好臭哦。开盾了，叔叔，是啊，开盾可以去外面找。一群外星人跟外星人打架，类似的感觉，差不多。可是刚好这游戏的风格吧，就像外星人那种。嗯。要到了。啊、圈变大了、哦，变大圈了。那、欸、有东西可以捡，是什么？有桃？那被什么东西卡住了？还是现在清怪？清怪吧，他99%、欸，感觉是把怪物清完了、啊。哦、啊，后面那只大只的。不打死了。后面好多怪啊！boss 来了，好，我有差点被堵到，啊不对，我被堵到了。boss 死了，他这个木，他好慢。你说他的叫声吗？对啊，你怎么可以笑他的叫声？这样他会很难过。哦、怎么了？完成100%，吓死我了。车子不见了，给钱，完成。哦，收东西喽，1300，拿到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，一张锯子。哼，那啊，15等可以嘛？我们可以轻松打，可以啦。对啊，30-40等啊，走啊！30等我刚刚都不行了。可以啦，嗯，我长蛮帅的，嗯，哦，还有那个、哦，还有画面哦，没有啦，没有，只是说 MVP 而已，嗯，干，87击杀数，哈哈哈，会出现伤害吗？应该是不会，同队伤害。对啊，有同应该没有同队伤害吧？不然你们应该有一些是我打的。哦，直接打到一把18等的武器，好爽啊！哦，一条包治疗点增加10%。哦，我来抽武器。这个是要我放的医疗包，还是我吃到的医疗包增加10%？知道的啊。啊，我抽了同一把武器耶，不要。哦、新的17等，抽装备哦，23，拿到一个任务宝箱获得的配额增加20%，然后我的手麻，我的手麻了，你的手怎么麻了？装备，这个是几等的、啊？9等，可
看一下，原本我刚拿到什么？哎、欸、有 S 级敌人有 10% 的概率会掉入额外战利品，好。哦哦，等下我的手麻了，我加错人了。击杀敌人时获得电池加28。Hello， 牢笼。护甲值增加，可是额外增加的血量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它有同等级，然后不同的，不是同样装备不同的等级哎、欸，对吧、啊？嗯，所以它是伤害会有差的意思吗？就是他刚刚讲的嘛，就是你等，就像打那个魔兽世界，嗯，你等级差了级以上，伤害一定打不到或会 miss 那种感觉啊，哦，懂吧？就是你要把你的载体等级提升。哦，打怪就会轻松很多。哦，好，那我这个就把它拆掉了。哦，有了，我又可以再抽一次奖了。抽，再抽个。怎么又是这一把？这把太容易出了吧？我现在抽到两把种类的枪。这一把太容易出了，出这个是专注。但是附属属性是不是感谢酱汁要强化之后才有、啊、对对对对对哦，暴击率增加。